Hello， 大家好，我是 Bell Power 7 Beauty。今天咧想同大家讲下，我哋嚟紧咧会有一个睇楼嘅旅行团喎。冇错啦，就是带大家咧去一个值得投资啦，同埋好有潜力嘅地方。你哋估下喺边度咧？就是 Calgary 啦。Calgary 咧其实咧就喺 Alberta 阿伯达省其中一个大嘅城市。咁其實唔講你唔知咧 ，Calgary 咧原來喺全世界嚟講係第三大最宜居嘅城市喎。咁今次咧，我哋 Power 7咧有一個旅行團咧，就叫做四日三夜走進卡加里，探索房地產投資熱點。咁而依個旅行團咧已經係舉辦過一次噶啦，而今次嚟緊呢個旅行團咧個日子咧就會係嚟緊嘅六月九號出發。咁其實個內容咧同埋個行程咧都非常之緊密同埋豐富啦。我哋除咗咧會帶你走入去 Calgary 呢個 downtown 嘅社區嘅裏面咧，去認識一下呢個城市嘅發展啦，了解一下嗰邊嘅經濟啊同埋環境之外咧，最主要咧就係想帶大家咧睇下唔同嘅區份有啲乜嘢值得投資嘅房地產。咁而家喺嗰邊咧講緊嘅樓價咧，新嘅 condo 咧係28萬起。Townhouse 是45萬起，而獨立屋是60萬起。大家聽到這個價錢是否覺得很吸引呢？而最主要就是說我們都會剖析一下那邊的當地市場的租務市場到底是怎樣，回報是怎樣。其實我們已經準備了所有參加旅行團的朋友都會得到這一份的brochure。咁我入邊咧，我哋已經做成曬所有關於 Calgary 嘅即係城市嘅介紹啦、樓盤嘅介紹啦，包括 condo、townhouse 或者啲獨立屋啦，咁唔同嘅發展商啦，仲有咧係講埋係每一個區份到底而家喺二手市場到底係賣緊幾多錢啦，咁所有嘅分析咧，到時咧都會喺依一個旅行團同大家講。仲有就是在 Calgary 咧，有一樣嘢大家一定要做咧，就是 shopping 啦。因為我哋喺安省咧，我哋個税咧係講緊13%，而喺 Calgary 咧買嘢 shopping 咧，只不過係5%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對於呢個旅行團有興趣咧，就快啲聯絡我哋啦。Power 7 Realty 四日三夜走進卡加里，探索房地產投資熱點。这个是我们 Power 7 独有的投资房地产的旅行团，带大家去到卡加里深入下那边的楼房市场的。团费呢就是385元，包括行程内的交通费和税项。团费呢就不包括机票、酒店、私人开销或者是膳食的。出发的日期呢就是6月9号。想报名的朋友尽快联络我们吧。